面对暗黑之灵女体盛李康生泪并开心着。贝贝是一奶的暗黑之灵，若隐若现黑蕾丝，完胜瑶瑶，就太多白蕾丝啦。他们到香港参加影视博览会，携手出席拍台北记者会。暗黑之灵负责宣传电影《萨西米》，跟冒险的李康生有对手戏，尤其是跟玫瑰还有多多演技，还有很多情欲的戏，很累吗？又开心又累哦，抱喜爱的李康生可以面对脱光光的暗黑之灵女体盛啊，就是全裸放上沙西米的意思。一番大変だったことは向かい乗りがやっぱり一番大変で、同じ体勢で 2,3 時間ずっとそのままの状態が一番大変でした。死的还抱儿残念被禁了，不能在户外张贴，好险还有戏院跟网络看得到。今天想到皆さんが日本語で一生懸命話しかけてくれて、お互い言葉を教え合って覚え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で楽しかったです。为让赖李康生表示，我一定得死不倒。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精彩用就播讲金圈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请拨电话或电子邮件，苹果日报网站或 APP 的爆料专区，你爆料我捐款。